喜欢双 B 的朋友就过来。今天黄金线摄影棚现场来了一台宾士王，这一台是 Maybach S500 哦，光是标配就让人大开眼界了。到底它的内装里面有多豪华、多享受呢？同时透露一下哦，这台车的车主就是将军大。平常他坐在后座呢，都在使用哪些功能呢？我们一一让大家看清楚。还有入门超跑到底该怎么选择呢？我们从800万级距千万有找的车子，叫大家一一来评选喽。